村书记和村主任是谁？我是村书记，夏有亮。我是村主任石排山。你是谁啊？哦，这是刚上任的副镇长，蒲全生。哟，镇长嘞，是的，是的，官儿大的。疏散工作要我来指挥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因为没有疏散人群出了事，后果你们自负。 散了，散！怎么散啊？那牛毛算谁的嘛？当然还是我们山上的噻！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今儿牛必须得斗！对！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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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谷振长，粮养身，歌养心，斗牛养精神。这个斗牛节是大家集资办的，没拿政府的一分钱。就连牛倌的酬劳和牛吃的饲料，都是由村民分摊的，是你说散就能散了的吗？老公，水火无情啊！ 现在是老天爷让大家散，再不散真的会出大事的。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，老天爷认我，不认你，斗牛不能停，必须停，必须停。任阿公，任阿公必须停啊！龙书记好。哎呀，乡亲们，天气预报，天气预报报的是大暴雨。 要是引发山洪，那就不得了。斗牛，咱们改期吧，好不好？改期所有的费用镇上出。牛王的缎带被面，这个费用我个人出，这样行吧？散吧，散啊！都散了吧。任阿公，今天你要是不支持我的工作，我这个书记算是渎职，弄不好就撤职了。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